伊俩讲叫正门口来坐下。这点寒，佫是要出汗，你也袂寒。这点寒，以后就有可能爱注意啊。哦，你当日的车辆安排，咱会当来看恁的周报五楼页，来看卖下来。周报拢爱摕上去哦，你老参观也外咧摆哈。原则上是一二车是迄中年男妇女团去啦，哦啊三车是中大，啊四五车是相特轻啊，第六车是大概是混合的啊、哦。啊，迄、那个中央队是王牧师，啊社区组长高通一长老有没有来？要不要来报告一下？高长老要不要来报告一下？高长老在吗？哥宝尊你哦，好、哦，也来报告一下吧啊！啊，你我正看迄、那个你的电话就写唔对呀。大家翻开第六页那个电话，哦，高中一长老的电话是0911329289，哦，加下量对，加对外电话机啊。我哈哈，那重整哦，我 copy 掉，然后 copy 掉唔对了呢。所以大家记住哦，你唔通来找我，你若敢找我，我来讲我是重整哦。0911329289，啊，因为他是总负责人啦，哈，那恁社区的组长，即届，也无礼拜拢是哦去探路，怎样话拢伊来倒的哦，也真辛苦，无要报告你，哦 ，OK。第四项，是人，玉山是人民纪念主日，是5月22日，啊，好，我派。洪春花牧师来当课，更加关心台教甲方便。第五项四月份的圣经出现，大家做一看，啊，多听吼。第六项有申请奉献证明的兄弟吼，礼拜三吼，啊，欢迎到边头服务台，还是迄个蔡春美干事来签名，转给消息。第七项上年第二。诶，课程吼，有兴趣的人会当来参加哦。上午九点，拜日上午九点有人生的铁盒，啊，点子到位，你关铁幕组要来讲吼。下晡点半专题，讲到是咱新营区的姑娘要来讲吼。5月12日，拜时哦，要去嘉义河湾到学，当日7:20就到位集合出发。嘉庆关街5月14日拜六暗时8:00聚会，肢体沟通，信号协会今日有颁发你的心态助学金。第二项拜六5月2日咯，哎，伫信号协会会员，拜六上午10:00，伫教会五楼要办理端午节的庆祝活动，啊，佮协会的会员大会。要出席的吼，你爱先去报名，你老报告哪遐签名？你有签名，到时候也让爱准备迄个肉粽哦，啊，啊，大家来参加哈。第二项是现在拄着五座车，有聘请着新的专员，叫东雅洪小姐，是拜一咯，后礼拜，即礼拜一就要开始来上班。第二项，请参加，还是要参加互助社防癌互助基金呢？哦，是伫这个月再要讲哦，来弄迄个新秘书专员哦，缴纳保费。第三项，6月7日到6月7日，要举五万金门厦门福州武夷山六日游。若有兴趣的哦，有意向。意向的，新秘书专员来报名。中会消息第一，在中会教育部5月2日拜六，是嘉义新教会举行第二次的主日二教台建设甲主日二校长会议，有邀请潘春勉牧师主讲。第二项，高中牧团会伫本周拜一甲拜二，就是坐到我坐站举办。牧师团队组在即个训练，咱教会两位牧师啊，拢要参加吼，所以查经班也是暂停一届。第三项，八月中会，有邀请兄弟姊妹一同为着咱
个食来承牧师的子女的教育，哦，来关心甲奉献，并且也即一同来纪念这项这项代志，会当指定奉献啊，指定要奉献啊。教会消息，天文时班第六月二早暗时七点半，麻烦再小声一点好吗？因为我越来越讲得一大声。来，小朋友，声音小一点，会长声音小一点。哦，我刚刚看出来，人家开火了。好，来，声音小一点啊。还没结束，我等一下可以留下来慢慢分享啊。教会消息：天文时班伫六月二十暗时七点半伫新营文化中心举行音乐分享会，欢迎兄弟共同来共襄盛举啊！哈，那你若有意者，会当放迄个干事来协调。第二项，也是底下家庭关怀协会，七月十七开始上午八点半伫公行国小举行家庭共同游暨吹钢体验活动，就是爱亲子哦，亲子两个人参加哦。要参加哦，爱详细到迄个咱一楼的报告嘛，你看哦，一项报告。接下来由朱台新长老、职业长老来报告。